当时上开始是调查局加保安处，警总的保安处两个单位在办啊。啊，调查局的单位哦，伊发觉哦，炸药的种类唔对，在现场所发现的，因讲是军用的 TNT， 但是伊甲我警总的甲我讲，我是我环球证讲提炸药出来炸，那是乌色黑色炸药了。迄工业用的啦吼，威力没有那么大。伊讲你阮爆炸的是不得无对啊，哪会阁因做的咧？伊咧讲你那个反国民党安怎，我们都认了。这澳公澳这政党安怎，他其他未犯啦，未犯就奇怪啊。哦，我们都不否认。但是这案件你去碰碰，咩咧？你偌在阮身上，阮也袂。哦，啊，搁再袂也袂着，一个人落去，咱所有人你拢都爱死啊。我祖厝是台南县啦吼，西港乡老厝村啦。阮阿公是吼是咧地主啦，伊起身吼嘛毋是讲伊拥有足侪财产啦，伊是真一个老实的一个庄稼人啦。但是伊娶着好爷某啦，吼，因阮阿嬷迄边是吼真非常大门风的家庭啦，所以伊怎啊伫遐发迹起来啦，为两分地。买到几百家的土地安尼啦，吼，伊逐项生意都做，去福州、诶福山啦，啥物吼，拢进口来台湾啥，伊正做正侪，正侪事业。因阮老爸早期拢去留学啊，所以对教育非常重视啊。在草地这边读册吼，无啥物好学校啊，所以拢搬入来市内，伫受教育安尼啦。所以我是伫台南市吼，较早伫太平町啦，吼，即阵遐改做青年路吼。四十七巷，哦，七号，我伫迄个所在出世啦。日本时代，老新单因厝咧相当日本化，厝内每一个囡仔拢号日本名。呀，老新单过去读只有日本人会当读的小学校。阮兄弟也中啊，敢若我唯一去读小学校啦。所以我从出世到遐吼，拢咧讲日本话啦。在学校也是拢讲日本话啦，到甲战争结束的时阵，哦，回归倒来这个国民学校，台南的迄个英国国小的时阵，我迄几乎袂晓讲台湾话，会晓听啦，听有啦吼，所以袂晓讲啊。人拢讲我日本狗啊，啊我食袂这点亏，我所以我前囡仔就拢相拍就对啦，啥物人骂我，我就甲整就对，较大我就甲推就对啦，哦，推到够大。哦，小把鸡啊！哦，我小把做一定的哦，所以兄弟中大概是我较无乖的一个啦。哦，我老爸嘛认为我是做偷听一个囡仔。这是我妹妹啦。哦，你妹妹。哎，妹妹。这是我大哥哥啦。战后，国军来接收台湾，军纪败坏，乱象迭出。现在台湾人也要开始学国语了。我就讲上简单的呀，我看这中国人，你讲马里戈壁，哦，啊，这叫好讲，我嘛学一句中国话，你看老师马里戈壁，我劈一个扇一个，讲哎，啊，你是咧拍啥物意思的啊？啊，咱唔知讲遐咧骂人的啊，哦，因为开车入嘴哦，含白白因咧阿山咧讲的，伊嘛是马里戈壁开始讲啊，学一句就去顶啊咧，煞叫老师拍你老巴肚，台南市的英国国小。后来土地改革政策。和老新丹的家族的产业拢无半项，所以厝内就败了。阮较早吼，从咧战争中啦吼，阮有在条吼，饲五六个的家庭，伫阮草地啊，迄老厝遐吼，会租厝遐。哦，你就知讲我们那个时候财力有多好。到迄阵三千五了，什么没有，所以阮老爸无法度含租厝就爱卖啊，但维持只囡仔会当生活。大行都卖到上少要往出正义书路一个所在啊。老新丹伊读台南高中的时阵，对教官的制度真正无满意。我高一的时候开始哦，这个兵啊哦，这或者教官进入校区了。我感觉讲这兵啊哦，拢脱白袜了，
无啥受教育哦，这边关门，我们就开始惶恐，哦，啊，像咧写壁报，我们就会在壁报哦写一挂文章，讲这事。我为着安尼去学家吼，暗华出业啦，啥拢直搞威胁，所以一阵我就去，讲要去考军校，目的就是我若要考军校，你带我出业啊，用安尼，我才出业啊。我去发咧白了运动场咧白到规双手拢花，哦，我还是反抗，含这个国民党哦，这个顽强革不了了。青春叛逆的老心态，也热衷武术甲健美，练习柔道、拍橄榄球，锻炼了充满力甲美的肌肉。二年阵就开始咧练了，哦，啊，迄阵阮咧练健美是啥？无迄款迄个健身房啊，全中台湾拢总无啊一间健身房。带我一个朋友哦，叫做柯宗辉，因老爸咧起饭厝啊，有一部分的厝无卖出去啊。阮就住喺空厝吼，去家己买啥车轮啊，吼，啊是迄款迄个家己用土岩土咧空举重的迄个，家己这设备，底下做健美运动。多呢，台南叫 PX， 美军的迄个供应站吼，也什么消费中心啊啥，遐一挂美国啊吼，有在练健身啊，体格嘛足水的，哦，伊讲啊，要台南找健身馆，我讲无啦，无半间啦，啊，伊讲啊，恁伫底练，我讲阮伫楼顶咧练啦，哦，伊即马伊就喊阮来伫迄个所在练，阮就是伫遐喊美国啊，安尼伊教完吼，啊，甲摕来做参考，咱知影讲哦，训练唔是讲安尼恶白练的。所以迄阵是拢土法炼钢，家己都啊练出来。台南高中毕业了后，刘新丹考调台大夜间部法律系。迄出了阵就第一个，我就是去读军校，空军啊。我就想我要台西去走啊，脱离这台湾了，对了，就是泰国国民党哦。所以我拢考迄落空军飞行啊，因为我体格真好，目睭也真好，两度。但是迄阵考调吼，你得爱老爸签字，你才会伊才要互你去读啊，哦，同意书啦。阮老爸拢拒绝，伊绝对唔好去做兵啊。啊，迄阵读夜间部是足容易啦，无讲介歹考啦，哦。啊，所以伫遐读的时阵哦，因为像伫教宪法啦，还是教刑法啦啥，伊对当局的迄个批评非常，遐教授吼。真激烈就对了。我以前是感觉讲，我读这是要做啥？啊，那种就是讲读，或者是讲求着一个正义啦，吼，这款的感觉啊。哦，做律师也好，做法官也好，就是要人哦，做正义的代志。结果是恶啊，咱囡仔嘛唔捌，会恶到这个样，所以开始惊吓，愈读愈无兴趣啊。有诶嘛，无爱去上嘛有啊，吼。哦，啊，多差不多将近两年了。阮的年龄高，一把空隙提出，开始咧征召我啦吼。啊，我当然会使去提出援交嘛，咧读册。但是阮朋友讲，要来做兵无？哦，阮拢接到兵单啊。我讲好啊好啊，做来。所以我就怎啊好好办咧，我就喊伊去做兵啊。所以阵就我含一把空隙提出，共阮年龄的做去开始做兵。哦，啊去的时阵是咧走去散兵，对，因咧散兵哦有优先权。走去部队去选伊个学员，哦，选伊个兵啊！至于到散兵第一日工作做啥？写遗书，写遗书就对了。迄跳伞会死人个哦，你爱有觉悟啊！有啥物交代啥物，你先写写。哦，所以我伫志愿去散兵是有遮来。哦，后尾呢，唔知啥物原因咯，伊甲我调去第三科啦。司令部第三科伊个，伫做教育加这个训练呐，这两个项目，哦，爱叫我底下做，头也是拢叫我咧写迄个文书啦吼，啊了，真侪外宾来吼，叫我翕相啦，像，因咧高空跳伞也好，也是讲迄个战斗训练，阿拉伯国王啦，什么人来吼，拢得伫表演落看，啊我就爱去翕，迄种训练嘛吼，我爱去翕相做资料。所以就开始底下翕相，这就更底下树林了，更底下树林了。
安尼，即内个啊，跳出去时阵，你嘛是爱去平衡嘛，哦，啊，看起来就了啊的切，即骨力拢创好好，安尼直直翕，拢无个习惯去跳什么话，哦，跟山甲山拢了，伊头几摆了，你就知讲哦，即个伫高空的时阵哦，你爱落一光圈啊，较会拄啊好，不会会 over 哈。像曝光过多，啥拢会迄个发生。后尾就调到会准，落去就翕滴。到我伫地面用望远镜头，我升落来，因跳落来吼，扭伞了后，因弄一个定点着陆点啊，我在下骹伫翕，重叠下骹顶头，伊闪面吼，真水。这款相片是对呢，美国专用 skydiver 的杂志吼，专业的引导。都有在盯啦，其他拢你无当看这个镜头。但 skydiver 迄个哦，伊弄啥用 helmet 伊钢盔哦，啊个摄像机，一个 ladies 牵落去嘴内用夹的。你这夹迄个反打伫遮哦，你看会使夹落，看会使夹落，你手拢唔免插的哦。但300毫米镜咱就无在了解，所以用土法炼钢安尼一路直直接安尼哦，啊个。当镜头带下去，哦，这作品是高空的部分是安尼完成的。迄较早我家己买的，这拢我家己的。啊，迄个公家的迄个卡米拉，伊拢四角，迄个绿绿的迄款的哦，迄因遐提供的。后尾我拢无用一台啦，因为我感觉迄歹用啊，机动性太差了。迄都突然在看。你好。这个音源可以熟悉了摄影家刘安明，拍了真侪精彩的相片，真侪摆得到国际摄影比赛大奖。爱上了就爱提出来冲势嘛吼，爱阵是中正路专业照相馆，我拢底下出入啊。哎呀，伊上到真活泼啦，要把伊拍上哦，真有迄个意念啦。所以是讲，这安尼会使甲处理滴，所以翕个代志，伊个枪啥物拢我甲处理啊。啊，底下大家熟悉起来啊。伊寄去美国，啊，美国个迄个杂志啊，在入选啊，啊，入选了后咯，就走来，毋知走来台湾讲，哎，那有迄 skydiver 世界是美国。啊！台湾一个啊，才随着台湾拢一条啊镜尔，地图一条啊镜尔，讲哎呦，啊这一条啊镜的所在，哪有迄个 skydiver 迄个行动啊？所以说，那时候会走来找因切磋嘛，对吼。刘新丹退伍了后，伫环球水泥屏东营业所服务，经常甲台北仁爱病院上班的大志通批。会中有当时啊，谈论政治、社会黑暗面。因的批镜遭受着政治单位的检查，刘新丹因此被列入关缩的名单。每一摆出差去外地，拢爱向治安单位报备行踪。我伫迄个屏东咧食头路无吼，啊，咱咧通批无。啊！你拢红塌掉呢？嘿，去红偷开批咧检查的时候吼，我奇怪你奈批奈无过，我刚要咧甲你讲吼，有啊，我拢过好好啊，所以就才讲去红监视。拢红偷看到啦，哎，就是你啥？你拢送我一个阿盖铁胶无？啊，有啦。好，迄个德国的迄个铁胶。是拄到过年的时阵吼，迄个药啊店啥物拢会送一个迄个铁胶。手机破啊啦！手机破啊！你吼。啊，我就是有哪有送，有哪有寄去回，迄嘛是红擦噶是。对啊，啊你写迄个日本，迄个中国话写做阿盖铁柱，阿盖铁柱共产党的车哩嘛。红色的嘛，迄破啊都咪红色的，恁啊铁柱就那手册啦。手册啊。吼，迄就是一个做。啊，自制的手册，迄个共产党的车哩，擦噶那好。所以阵我拢去用个禁迄落去啊，叫做保护管束啊。我要离开屏东哦，都爱甲讲我要去对打，当时要回来，安尼去学牵制差不多有三冬啊。刘新丹伫屏东工作的时阵，经常倒来台南因家的三楼，甲因小弟刘新茂、朋友吴忠信、李正义聚会，因甲这个所在号做是正义书楼。
伊也算做一间尔，三楼一间尔啦，吼、哦，不大啦。啊，所以那因的朋友像阮未去干扰啦。啊，因为就是不谈那些事，因阮小哥足崇拜希特勒啊，我、哦、迄观点吼、哦。伊是安那想，我唔知道，因为我有看伊画个相，也有作者希特勒的迄落册啦。来，伊设计啊，阮小哥设计有一个迄落正义书籍的迄落橡皮印在盖的，所以册后边拢有盖正义书，书楼啦。这个正义书楼吼，是还袂主动前，阮都拢伫遐得一批啦。阮小弟甲李正义啦吼，吴宗信啦，因遐。台大也有几个因的同学啊，因俩就开始吼对这个政权的时阵，因就是讲，你若无控制别人，你就互控制啦。非义于人呐吼，乃以义人。这正义思路就是，这作动的原因就由这来去啊。所以因就开始要作动，所以迄阵诶遐因遐大概有七八个啦。像迄个陈国雄啦，因遐，拢我拢叫当工啊，吼，迄种书呆遐遐迄种，遐化科遐遐精英哦。啊，迄阵迄个时咧吼，阮吼要做暗杀的武器吼，什么用毒药啊？伊读迄个化工的啦吼，拢伊咧找资料啦。所以我们有一套吼，就正义社咯，这研究室哦，这研究这就对了，哦。啊，所以迄阵就是有一个构想讲。哦，要做些什么动？那么台湾那边做动，就是跟咱国民党了，其他也不动了。哦，所以讲啊，你那边他们推翻国民党，你跟咱台湾人的力量有够无？台湾人普遍我们接触哦，拢惊死。讲了这打个招呼，无半滴啊。哦，但是啊，迄阵雷震啦吼，李敖啦吼，人家要真侪哦，因遐读册人吼，还是哦有骨气啊。所以我们想结合他们啊，来推翻国民党。我们目标都一致的，因那是你们国民党非打倒不可，哦，啊，咱是有目标，所以你讲做一个中国统一党，是台湾这些人的统一党，和大陆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很多我们可以试探的哈，看认为是反对势力的哈，那个他们已经有一个社会民望嘛，这套话都讲有够流量啊，哎，几乎都无人干了，这是个风车啦，风车了哈。风车是一个轮回啦，一直在旋转中一直进化，一直进化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德国的那纳粹的迄落，哦，我们为什么采这个纳粹的这个符号？纳粹的全世界，我们研究过所有的政党哦，政党哦，也就是好论啦哈，哎，效果、执行力，第一名就是德国纳粹，因为要扩充这个组织啦哈，所以叫李正义哦。用假头面来高雄中学吼，要篮球场遐见面啦。我约台南诶，这个吴宗信来会合去伫遐等。哦，啊，才伫遐讲起啊，要对付这个国民党的方法啦。哦，伊都提出讲哦，暗杀啦，哦，种加些人肉炸弹啦，哦，迄种伫阿拉伯世界伫使用的方法啦，哦，伫攻击就对啦。啊，我蛮研究讲要暗杀这种搞别个囝，要用什么方法？我们甚至用遥控飞机了哈，啊，这款的遥控那个汽车什么的哈，用高爆药什么去试验，可以不可行呢？我们都研究过，但是啊，拢失败了。迄阵的遥控飞机没有那么发达，不过就载着一只轻四颗，我真是嘛无轻四颗啊，已经都载几个只都准备破产了啊。所以一个念头是讲。一定要有人牺牲的，不要说你刺杀还要全身而退，这个难度几乎都办不到了。我们研究很多方法哦，他们被安了暗杀了，哦，伊提供讲用炸药啊，就假装面，哦，伊讲伊有法度摕到卫兵军啊摕 TNT 炸药，包括好，你若有炸药，阮出人。1970年4月24日，封闭的蒋经国遭受了刑事，然后发生了美国飞机运行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。政治单位根据情报开始在台湾大规模掠人，有前科的
而且小可嫌疑的拢总在抓去。因大声抓到谢聪敏，然后抓到李正义。这吴宗宪吼，伊大了一中高分小弟吼，刘成茂，伊拢同学啦，吼，啊李正义也是啦，拢伫第大了一中生同学，啊拢同时他们都去伫迄落迄落台大啦吼。李正结婚的时候吼，阮小弟你去伫新加坡嘛，所以我代表阮小弟去参加伊的婚礼啦吼，家人拢去伫遐做翕张相啦。伊去厉害时，伊办公厅迄张，这人啥物人？就是贾崇明讲的那些人嘛，哦，伊就讲你搞我讲这主旨，所以伊就根据这的，贾崇明是讲的尔，这有相片咧，哦，啊可伊甲讲，个人带你对，伊讲无代志啊，结果一个就被抓走。1971年2月27日，刘新丹原本要去冈山参加一个摄影外派活动。但是伊接到吴宗宪对台北下回的电话，吴宗宪打电话跟我讲，讲台北公司倒啊，我知影系啦，出事了。我着吼，伫咧现场了，我骑奥托拜吼，离开咧现场，等于郑医师了吼，去台南，主要物件，遐个物件甲董记啥，拢全部烧掉。了，我去骑奥托拜等现场。那个灰也没刷，我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制造不在场的证明，说这人一旦跟我见面，我底下的翕相啊，我就没有离开啊。散会我嘛做还没做散会啊，事实中间我就绕跑了。所以现在物件拢无留个半滴水，我们事先得到通知，啊，就开始等啊，等看是什么时候来抓。1971年3月2日的中昼。刘新丹发现被跟踪，办公厅是二楼嘛，我讲下骹南山人寿啦，我落楼梯到门口，我就知影有人甲我对啊。因较早迄个公务员哦，也是因为警察啦，也是讲剪掉，拢脚踏车哦，虎头牌啦，迄虎头牌的车停伫遮啦，哦，啊我奥托牌停伫迄边啦，我伫遐落来哦，就看到讲啊，已经跟踪到到位啦。但人伊面对我唔知道啦，啊，我着我倒来徛咧，慢慢啊徛，我若徛紧伊就入袂到，我故意徛左边，互伊对，我才坐入去这个夜市啊入去，啊，伊也喊我入去咧，无可能喊我会烧上路啊，我伫遐夜市怎个说出来？啊，才去中华路去安民政警察局照相馆，哦，遐食饭，所以我伫咧楼顶遐看落来吼，伊车。一架车哦，看你家啦，啊，人咪对我唔知啦，所以我食饱时哦，怎直接喏弄过遐剃头哦，伊无看到啊，我一直等我等食饭食久啊，拢无出来，所以一直等啊，差不多我剃头了，大概要将近要到两点啊，点外啦，我就学堂外去徛咧倒等伊，头前哦，要入去的头前三架军用车哦，一倒几车。摆放在头前，我车停咧，去咧楼顶后壁一阵，人冲起来压枪啊！我不要动，啊！就敲我的房间嘛。啊！我三脚骨无，迄卡梅拉三脚骨哦，用磅礴地咧吊伫迄个壁咧啦。伊讲：哦，对啦，这支啦，人家讲我有卡宾枪啊。紧张啊！就行诶，我耍咧，啊，卡三卡变三卡，吼！啊，迄阵我后伞兵刀啦，吼！啊个一束高空跳伞诶，迄个衫，啊个美国迄种迄落物刀，吼！拢总搞啊，无收伊啦，一寡内底车也无收啦，吼！一寡物件，啊，伫我拖来敲着一支枪，迄枪哦，是我伊日本，迄玩具枪哦，因为做甲100%。重量啦，啥拢相像的啊！但是你经过海关入来啊，迄玩具枪啊，哦，因认为是无杀伤力嘛。我讲这拢有证书嘞，有过关的记录的，你紧张啥？两粒 M 弹啊，跳伞了，你丢迄个 M 弹啊，两粒啦。伊讲嚯，手榴弹，对，都拢到齐了。我讲你靠常识的啦，迄跳伞的 M 弹上面这手榴弹，我跳你看，伊讲不要动。
啊，含衫裤都无互我，互我摕着，都压落去啊。内底呢，叫李长，哎，林长啦，伫遐啦，讲我做一证人就对啦。哦，因阮太太去伫基林咧教册嘛，所以伊就无人伫遐，伊叫林长啊，讲哦，甲我敲衫啊，敲衫。伊都一条单号，伊就签嘛，伊连看物件，啊，就打皮皮抓皮皮抓咧咧。啊！甲警察管区的也伫喺底下啦，哦，安尼就上车，所以后尾来找阿明哦，是无唔对的啦。伊知我最后还没底下嘿。哎，伊阵是讲咱有咱小可会惊，伊底下了一个月来吼，哎，门东门西啊，甲另一个徛东徛徛西啊，啊，我都唔知要安怎应你啊。到尾也是讲啊好啊，到尾啊豁出去了。我知伊那要你要话，那是无法度啊。当然是伊咱迄阵也细汉，当然会烦恼啊。但是嘛，一个月了过，佫无来你啊。敢那来咧罗安尼念，我就讲啊，安尼无代志啊，绝对袂好你啊伊啊。但是因为因动作足快，就虽然阮一三楼，伊个房，因迄间阮三楼迄，敢那一间房间尔啦，伊就伫遐。你算作今嘛公公搜索啦，所有的伊认为迄一挂册啊，甲手提录音机，啥物拢总摕去。过来无偌久，阮阿嫂就屏东有转来，可能拢阮阿嫂拢伊拢有跟踪，反伊也知影因转来。下过日，因就驶一台车来，七点外就来请伊调查局，从七点多去，到晚上十一点多。都没有回来，啊！我爸爸，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很老了嘛，伊讲，啊，看一个囡仔，甲阮带去，到遐暗啊，未转来。那时候她怀孕啊，我去啊，七点，我讲，吼，阮某咪人，阮阿嫂伫遮，啊，你从七点外，就甲伊请来问话，啊，搁问啊遮暗，啊，阮嫂嫂搁大腹肚，啊，万不哩那流产，恁敢会当负责？伊就把我带回来啊！刘新丹和因抓去了后，送去到台北博爱路的警备总部，特务一直在追查谢崇敏所交的那本幽怨的讲义。其实刘新丹老早该藏起来。颠覆政府工具使用法，哦，迄用迄个印刷手写的草本哦，印刷的 copy。伊本来消防全面制止摩托炸弹啦吼，还是其他即真侪方法吼，而且即颠覆政府一些手段。迄本册、迄本工具书哦，伊提互啥人？提互李正英啦。啊，李正英提互吼吴宗宪啦吼，啊，佮桂英文啦吼。后尾伊就提来到我的手了。啊，种个要伫屏东印所，我藏伫遐啦。伊讲台北个公司倒来时。我害啦，这物件无处理袂使。迄本我着叫阮太太放火烧啦，伊唔烧啦，伊惊。我无你要去基顶哦，去海中哦。但是伊上班拢坐船啊，我咧甲拄喺海底哦，伊唔敢啦。我哎啦，那这个浮也变错哦。啊，我伫底下哦，变做伫烧个物件，火迄个烟蓬蓬啦吼。啊，搁再我惊人去报啊，讲火烧啊，我拢一模花，我害啦，这本袂安怎？想我无法多顺哦，我都走落去楼骹因下班啊，哦，我拢去锁伫迄个电脑个诶底座。伊个盘吼较大个，哦，所以像这吼，这拢拎起来，这拢摕起来，我倒安尼规迄个落去吼，啊，再佫锁倒转去，哦，所以伫外表上吼，你看不出他是有异状，因为这种我叫工作忝个啦。因为台东人嘛，最后结论就是我的手啊！我叫逛差不多一礼拜，都无到半秒困哦。最后那固体的东西哦，拢总流体的，迄四格的底下的物件拢会流啊，像油安尼浮咧，直流哦。微血管拢破裂，尿放出来拢血。最后都骗讲已经烧去了，才不再受苦。出口了啦吼，迄物件我要证实说还在不在了，我就去北遐，我带倒来麻去，我有心有备而去的，
白白的，嘿，搁滴嘞吼。然后，佮送去到调查局，六张雷刘地石。这边看着吼，哎，一个感觉就是安尼，迄块壁吼，拢加些抓痕啊，真甲空的，空的壁唔是偌痛苦啊，空啊一抓一抓啦吼，啊血丝啦吼，啊有些迄落种个些王八蛋啦，啥咧骂话啦吼，啊是遗言啦，拢写个规壁对啦。迄入去到底，你就感觉哎啦，这五气谈啊啦，我们就要死在这里啊！我直接感觉就是安尼啦，哦，啊嘛无多啊，这脏入来嘛，了开始就研究啊。伊就是哦，手啦，脚都麻绳给你绑起啦。啊，叫你捆安尼啦吼，这拢揪起来啦。爱去迄个猪头病啦，为只拢过啦。啊，甲你卷起来时，你就倒掉嘛。啊，伊一头卷伫啥？伊有一个便所，哦，迄便所呀，看迄便所一窗啊，这边有一支流水看咧。啊，你人哦，就吊伫半空中安尼倒下。伊用面巾哦。问水了，为民甲你服嘞，伊怎甲救嘞？因你会闪嘛，要灌水你会闪。那灌水拢用迄个用迄塑胶迄款壳啊吼，氧水安尼甲你滴，吼安尼滴。到用汽油的时阵，伊就用迄款地锅，哦，你兄弟地锅倒迄落去汽油里边，哦，安尼灌，安尼灌。所以你滴的时候，你袂当用鼻啊呼吸啊。你像你游泳，你在憋气啊，憋气呢用嘴呼吸，用嘴呼吸一定水走入去啊。哦，啊走到你就爱吞了啊，啊吞到腹肚甜个，你再去吐出来。哦，含食过的物件啦、胃液啦、啥拢过拢吐出来。哦，啊再去继续安尼。我捌吼前后八点钟久，拢无甲我放个半滴落来。落来到底哦，即只拢乌个啦。这手拢乌啦，迄血拢未通啊！这手，这两手拢乌索索，拢血拢未过嘛！哦，绑了拢瘫在那里，脸叮当了袂了对个。哦，伊大哥用啥？迄鞋啊脱起来吼，用这个哦，甲你这个卡巴对个，哦，这卡疼，这也是好了滴咧。这是刚才讲啊，这阵也痕迹还在咧吼，伊用这甲你摸啊，哦，讲个血塞塞啊。你要去送啥？用迄个高粱酒，甲你倒，讲你甲我消毒啦。你看这款国家的国民党哦，犯偌残酷啊！老新丹虽然老早推翻政府的想法，但是爆炸案根本都唔是因做的。伊无想要扩大成交，也无愿意照特务编造的口径承认。迄阵我。动跳先到动作作一摆动袂过时，我开始自杀了。哦，因为你叫我写迄落时阵，较早用复写纸，用大头针编的迄落，我无可以无做时，我头铁吊起来，我讲我要变数，我就要变数时喏，会插血管，哦，插看会怎走心脏，然后死袂啦。但是伊讲奇怪，你去入变数遐久啊，哦，啊那拢也袂出来，伊就叫人去看，哦，一看我插到血塞塞啊。这个针未叮当啊！咱阵的医学常识是讲，哦，你若注射迄个、迄个针来叫止去哦，迄针来直直走到心脏，人会死啊！所以我就甲直直甲塞，针未叮当嘞，哦，啊，但是血直直流啊，直直流，哦，流到后尾伊发觉，甲我拖出来，手铐铐起，佮拍对啦，讲我自杀啦。但是哦，我一摆自杀无死了后哦，24点就甲我监监看啊。含我咧困哦，都叫一个卫兵徛伫边啊啦吼。迄摊啊，我因咧本咧摊啊，臭烘烘个屎跟烂糊糊，我站袂住，我就面盖起来啦，就掀起来。我爱看你呼吸。老新丹一直被秘密监禁，一直到1972年离个队，
辩论庭的建设，则移送经美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。我直接哦，贾崇明逃避处定走，啊，走出去哦，搁抓到了，所以就挂卡了。伊看阮啊，关伫遐，大家走啊无半个，所以伊从啊无法度送过来这边，送过来警备遮。当我送过来，我是十二房啦，真侪人都带做伙啦。啊，迄阵因为也未起诉啦吼，嘛唔知会严重性到什么程度去啦。哦，因为咱对法律也是了解，二条三是较未死刑，哦，啊二条一定死刑，所以伫内底的，大家拢安尼赌性命，哦，啊册啊，甲你禁止未使看，但未使看，所以拢懵懵懂懂咧过日啦。啊，搁再人真侪啦吼，大家若要克制家己啊，内底可能发生冤家啦。我大概二条会死哦，所以我甲号做留一剑。台湾的头做留一剑啦吼，留一剑，留一剑要报冤仇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名我讲甲号安尼啦。迄批检查了吼，警总讲我有敌意啦，叫两个参谋落去到台南，甲阮老爸讲，讲恁囝也搁咧关啦，啊，这款态度，这要反悔要啥，留一个剑要甲阮输赢。啊！迄个号迄个名唔好，我老爸我大啊，写张批讲，人咧讲这名唔好啦吼，哦，安怎安怎啦，你叫我改啦。伊甲我建议讲，啊，无你甲翻做吼老剑印啦，哦，我老爸我咧做诶，你做阿公无资格，我就是要留一剑。我有啥物烦恼？所以我坚持留一剑，我咧家己阿公，你阿拍婆阿公，好，你够厉害，对。啊！这台湾的连结都留一剑啊，留一支剑啊，含这伊嘛干涉啊。起诉了后，我是看破了，这根本是政治问题嘛，但是法律问题嘞。所以你看我画图这记录开始啊，迄个时间就是啥，就是起诉后啊，哦，也未判决刑啦，迄阵他开始看破，就开始画图。老新蛋。关于阿弟的警备看守所林爱楼，甲伊共房的是皇家建筑系吴金刚。因为吴金刚中国最末无光景的这句话，引起老新蛋研究书画的兴趣。这一段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缘分。那时候就是，反正冬天嘛，民国六十一年，1972年的二月，很冷。然后第一个印象就看他赤裸全身在洗澡，全身冒白烟这样。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多久？15年。”我吓一跳，我真的吓一跳，因为那时候我20几岁嘛，我真的吓一跳。我说：“世界上我不晓得会有判刑判这么重的。”不久以后，他过敏，药物过敏，差点挂掉，全身就肿块，那会死掉的，会死人的，因为我有过敏症。后来我们弄到一个小房间去嘛，那没有人敢过去照顾他嘛，是我就弄他用毛巾啊，用湿毛巾啊，弄一直把他呼呼，像蝙蝠一样把他呼呼，让他至少要挂掉，不要那么难过挂掉嘛。跟他在一起改变很大，就第一开始练身体，我们在那个墙壁上，我画一个大卫像，你知道吗？希腊那个大卫像，我们就以他为目标练身体，就是他认为。这个中国话跟西洋话有什么不同？但是因为我不是美术系的，我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所以他就自己去研究嘛。因为伊咧甲我讲哦，就拢以前我那么受迄种西话的教育嘛吼，所以拢一直咧聊西话。伊后尾甲我讲，哎，中国话哦，也不英文哦，也不根源啥，哦，迄无路用啦。伊问我意见啦，我讲我嘛无咧研究中国图啊，嘛唔知好歹啊。但我有一个印象中，迄个日子哦，有迄张大仙印的迄个卡林达哦，迄真水嘞。我甲人讲呢，但是咱袂晓讲伊是水安怎。所以后尾我着伊离开了，我讲叫阮大姊寄中国的迄个有关的册入来研究。哦，头下拢看迄个文字哦，拢足抽象的，搞不出来。后尾你画错啦，啊，甲家己落去试看卖，来画看卖。从我画一步一步开始画啊，这他处女座，你看这处女座已经可以上书笔拍卖了。
这第一张上去，老师跟我讲哦，领导很好吼，啊叫我着爱换迄个纸，哦，我用酸纸，伊讲叫我着爱用棉纸。阮大姐去伫历史博物馆哦，找着韩寿老师啦，哦，啊伊唔知影我是啥物身份啦，寄位即个信箱几号，哦，安尼，伊头啊都有照这个批注来咧画画，啊个画稿给我。到我时嘛，第三摆伊甲我讲：“啊，刘先生，我无多教你啊。哦，你书啊写比我较好吼，你自己去到遮就再见了安尼。”伊惊一个都唔敢的，因为我的通信的拢是经纬吼，诶，啥物信箱几号？因为当初讲诶，这个人，这个学生啊，真奇怪哦。因为我甲主任讲，我不要彩色，哦，纯水墨。因为内底禁止我用在原料，所以我拢用纯水墨，我要纯水墨的哦。啊，搁在通信拢是，因遐当初再去查，可能是安尼讲政治尴尬啊，拜托的。啊，你加政治犯，伊惊一个哦，放青菜就走啊。伊住伫六号阿房，搁加着阿房前后、顶下、左右、四面墙壁、甲天地拢被包围封锁。就以六大山林著称，一直到伊被释放，伊一共为了500多张的画作。这个房啊，本来是砸在遮底西城区砸的水的，啊，我想我无办啦，无人做倒来，我就甲丢掉的哦。他去买了卫生纸哦，一桶有六桶安尼，24粒。做卡用那个牛皮纸吼，甲包起来，宽嘞。他暗时咧困的时阵，会使拆起来吼，啊，袂占空间安尼。所以，比如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这个画作安尼吼。规工啊，干我画完一部就对了。所以我一只画图画差不多400-500张的图。了，我就唔知影甲搭咧做边个，咱有哪影响？了后，你接到有一个数量的时阵吼，我提起有检查。啊，寄出去外口，阮都去遐收藏。要当时啦吼，我都为下营啊，直接来滴。在这个老爷面前在横行，哦，是你我去学你乖呢，啊，无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提起我出来看，说画得怎么样？讲哎，不错。因爸是笑个啊，大家咧做散步嘛，拢笑啊。我是咧风吹，恁来啊，恁伫恁头面头前咧搞恁咩横行？以后放风土，哦，较早拢无画伊，这个啥？看这个知影讲是假假的，呵呵那个南摆脱啦吼。老新丹较早被行球的时阵，身体受了严重伤害，留落了后遗症，经常规身躯起膜，该在得到陈中统医师的特别照顾，才无恶化。伊拢知影讲我会定发作者啦吼，所以我知伊准备是去食饭啦，含针拢拄好吼，啊拢关好拢藏咧。我入来伊就随去拿起来就咧做啦吼。我的印象是安尼，所以我有讲一摆讲伊咧共开刀啊，开一半伊讲放咧啊，转来甲我做事啊。迄个安尼爱袂叫无讲，你来甲放咧做咧走啊吼。伊咧说，伊感觉迄是小寡代志尔，这什么胸腔病啊，脂肪瘤啦。哦，伊真讲这个病人未死啊，但是会直直转啊。哦，印象足深的是讲，哦，伊是做照顾我的啦。我对于过去印象较深的，也除了倒不是讲伊过敏，还是讲破病这代志吼。我对伊印象较深的时阵，我会记你体格足好，啊，体力真好。啊，我会记你是特种部队出来，吼，在上对叫特种部队，我会记你是安尼吼，伊哩，哎，我两个哩开讲。跟他把那个搞砸了哈。第二个，他这个意志力很坚强哈。那另外这个，政治受人家的内面哈，当时了哈，算较勇敢的一个哈。哈，我较不爱软弱的哈，来他妈直直靠路啊，他妈直直跪啊，那一款的人我较不爱哈，我较爱较勇敢的人哈。所以第二项就是讲伊较勇敢的哈。啊，第三。
也是一个天才哈，伊尾仔去手工艺工厂，我知影他绘画画得很好，吼画图画了真好呀，有这个艺术的天才哈。这几点啊，我较有留这个印象的啊。反正这个命运到这来啊，所以我迄阵也袂烦恼啦。但是呢，判决落来了，比迄个十五年啦，一审的时阵判十五当啦，对了，哦，啊，十五当的时阵我迄阵三十几岁嘛，我咧关十五当，我四五十岁啊，我算算我死死的较快活啦。所以迄阵当时大家拢讲，你那是阿伯五当去上诉，判过五当上诉变轻杀啦，有正侪即个案例啊。所以没人敢上诉，我就敢提出当庭，我提出上诉，丢死啊！哦，安尼较快活，我直接在都说，你就讲过十五当有啥物意思？你讲啊？结果检察官看我上诉，伊就七个拢总搁在上诉，所以变成八个拢总进入第二审嘛。对我袂谅解，但讲哦，你嘛真夭寿啊！啊，这十五当嘛是会当当的啊！你是安那着安尼明知讲这个上诉会较重，会判死啊！哦，大家拢对我袂谅解啊！因共案的几个人，就只有吴忠信判刑较轻，也受到牙方的照顾。男友感觉吴忠信一定是作为朋友。有一天的暗时，老新蛋就约吴忠信来凉亭啊讲话。哎呢哦，咱判决书摕落来了后呢，吴忠信判十二年啦，我判十五年啦，啊，甲魏廷朝判十二年啦，啊，魏廷朝是佫是累犯啦，是安那因两个特别十二年，我拢十五年。哦，迄二条三都卖讲啊吼，所以阮就认定吼，这个敬重的 SOP 唔是安尼啦。你有介合作，伊就互你减较少的刑期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真侪兄弟都阮落来已经落来台湾当见面嘛，就食不满咧甲我讲，啊伊家己判十二年吼，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安尼啦吼？所以我招来遮讲来。我讲你是安怎，吼，含闽南合作啦？是啊，你十二当，阮就十五当啊。吼，伊才讲起就对啦。伊讲伊用直升机甲载那个米粉车，载咧建筑的，吼，啊，甲因老母拢两个掠来，啊，关伫迄个伊个隔壁，甲吴忠信讲安怎？讲你若唔认哦，要叫老毛甲强伫个面头前要强奸。因那离婚车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讲这个根本都无可理喻啊啦，啊，伊认为讲哦，建筑因咧做会出来啦，哦，从我的经验讲哦，因这啥物代志都敢做哦，伊啦，所以伊就拢甲签啦。我听着我心肝足疼，我让我烂咧，目屎我拢流落来。我想讲，我若是碰到迄，我是不是会屈服啦？哈，我是不是要来签啦？所以讲好，兄弟到家说，这个事没事了，这条代志无事啊。1975年九月十九日，二审判决，结果因对一审的二条一、二条三改为四条一，老新蛋被以共同受贩毒之指使扰乱治安的罪名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。替代公馆6年，后来又因为蒋介石计心特赦，结果减刑为有期徒刑5年8个月，替代公馆4年。最感情关怀，要调查阮这个案件，结果伊唔敢和阮见面啦，所以甲方哦叫阮赶紧哦，也未判决确定，叫阮落工厂啦。啊，我想奇怪，啊，到遮好康的啊！违反他的常理个伊 SOP， 哦，我着去看街边去找阿通啊，哦，阿通啊，甲我讲，我美国也要找你啦，哦，我着听有啊啦，哦，所以我拢用日语咧应答，哦，伊那讲你咧讲啥，我咧问边个代志啊，所以我心里有数，外国有干涉这个案件对吧？啊！甲阮大姊来咧面咧，伊也甲我信了，讲有外国记者啥物拢有咧，含咪联系哦。
所以我心里就有数。你要叫我去咧，就是你咧惊讲，我咧，大家含外国的迄落人权会的人见面吼，对这里就闹鬼啊。所以因阮关押拢死胖嘛，人拢死胖啊，拢汉普啊吼，所以伊就叫阮出去落工厂。我讲啊，我若卖甲你做，做人家讲，我唔甲你做会使袂？讲不要，讲不要紧，身体用哦用哦用哦用，就是有原因了。啊，所以阮伫工厂中间啊，搭判决落来，无偌久就出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伫工厂时间足短。1976年11月1日，劳新丹服刑期满，8年6个月吼。哦啊，这甲剩5年8个月，讲搞啊，要叫我回去，讲我这无可能，这都唔是阮做，我唔认啦，哦，所以我也阁会使上诉者啦，所以我讲我唔爱回，我要去倒只。大姐讲啊是安那，我阿都住了惯习嘛，无所谓啊啦，哦，所以伊就叫阮大姐怎，叫伊入来讲，你拖恁小弟出去啦，倒只火哦吼，阮站起来调，哦，所以离开之后嘛，足唔甘愿的啊。代志要超实在出来嘛？出工了后，老新丹的日文讲啥拢流利，因几乎都介绍伊去日本人加台湾营造公司合起，协起港湾营造公司上班。总经理啦，头几个社长，甲几个干部底下三四个底下讲，了伊讲 OK， 叫我明仔载开始来上班。我甲伊讲哦。我政治犯向关打回来无偌久，你会遭遇到国民党的警察安那甲你调查，你爱面对这个。因怎愣住在当场讲，哇靠北，别啊靠，这个政治犯呢？我这坐伫面头前，我关我当鬼，他们就愣住了。后来迄个社长伊就开嘴啊，伊讲我认为哦，政治犯哦是优秀的人啦，无袂去做政治犯啦。哦，台湾日本无政治犯啦，但他就。脑袋头壳内的认知就是一定好面就对了。伊讲我要赢你，所以我讲你赢我，我足感谢。但你要面对后面哦，国民党对你的就警察对你的施压，什么都会来。伊讲无要紧，所以安尼伊就搞我录取，叫我哦本来是在待工地啦吼，待上班的。结果伊讲，因为时阵要戒严嘛，这边要有通行证啊，人的出入拢要通行证。无你袂当住条海墘啊，所以伊就讲好，叫我为高雄的，又伫迄个南阿饭店，这是买一间，唔是买啦，甲租一间迄个 office 加大间哦，全房间的套房足大间，做伊的办公厅呢。哦，啊我都要上班，伊去请只建章去请牌啊，去建章去请出一牌啊，迄个牌有落来，我坐伊的车。进出一路行来讲，下晡时阁再等啊，就这样上下班。后来这间公司结束营业，伊就甲下游的包商朋友共同投资创业，主要业务嘛是港湾营造工程，台湾各港湾的工程几乎拢参加过，以改良消波堤设计，降低了成本，嘛提高工程效益。大数六轻工程嘛是找伊个公司来参加。政治犯出来有真济哦，你要就业都无机会，年龄也伤济啊啦，社会也袂让你接纳啦。哦，家庭内底囡仔从细汉到大汉，毋捌看到老爸啊。政治犯拢十几档个啊，向阳街老爸走动个，厝人也无尊严，伫外口社会无人要插你，所以只有死路这条，有个人啥？袂当讲用伊个地力吼去赚钱个，真侪拢用做下路啊，洗衫裤，还是讲去共拍拼啥货，即款个比比皆是。哦，但我是较好运，我讲我毋是较敖，我好运，拄啊有迄个兴达港迄个案件，拄啊我去应征，啊拄啊会下我个迄落因个需求，我来伫遐食头路。哦，食头路了，因遐遐。5期的工程完成了，我出来，我伫学一百工我拢会啊，所以我就知影讲，要做营造标工课，并无一定吼爱有本钱啦，来饲遐下包就对了。你接单退掉，
找专业下包来经营，中间就有利润，所以我就底下也可以开始做事业。目前，伊家公司业务交予干部，家己有搁较侪时间去阿前有水墨画。伊收藏古董甲艺术品，伫国内外举办真侪摆水墨创作展，收藏的精品展得到了伟大的肯定。2010年，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成立，以捐出部分伫乐中创作的文物。2012年12月，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也捌为着伊举办过展览。关于家己受难经验，伊讲伊无同意受难者这个称呼。伊当年都是决意要研究国民党不公不义的政权。这不是后悔甲不后悔的问题，哦，无啥人爱这个官啊。我们也知道你甲伊在对抗，会厉害官啊。我们也清楚啊，我们傻瓜吗？对不对？但是这怎样会发生？你要做就是甲我，所以我常咧讲啊。抓到你的，不抓到我的，我们就是政治犯，这是都不可避免的，哦。但是很多那个 case 是实在吗？就不一定。判决书都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，那是寻求所得来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判决，哦。那个都现在存在哈，都说哦，人权博物馆的人留在那个，你若不答辩证，还是讲搁在还原历史哈。那个全是假的，还原历史就这样，哦，不管过去对还不对，你就要承受。但是有这种勇气，跟这个面对的一个责任吗？我不期待了，我不期待了。